哎，各位好啊！今天这视频呢，说的是这美国这零元购，哎，说白就是偷东西。同时啊，给大家穿插讲讲我年轻时的故事。当年我跑船去日本，哎，我见识到的零元购。这零元购啊，哎，在美国还真是一个大问题，因为好多情况下啊，他就偷块八毛的，你都没法起诉他。警察来了呢，哎，也就是给张罚单，连案底都落不了。而且这帮偷东西的呢，手法各式各样，还真不好发现。你看视频里这俩小闺女了吗？哎，他们到这儿买饮料来，你要不看到最后，你都不知道他怎么把这饮料偷走的。这是一近镜头，等于就在你眼皮子底下，但是你也没发现啊，这俩是怎么把饮料给偷走的？都挺正常的，哎，俩小闺女来买饮料嘛，得选选啊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哎，最后选了一瓶。俩人走了，这俩小伙儿看的不像没钱的主，穿红衣服那眼镜就得值个几百美金啊！这是另外一个摄像头，这个摄像头你要注意看，看了吗？哎，这红衣服那小闺女，她拿起瓶饮料来，直接就塞她口袋里去了。这一共是三个摄像头，最后才发现，哎，这小闺女偷了瓶饮料。你说让这商店老板怎么盯这些偷东西的？他没法盯。他就是抓着了，一瓶饮料才多少钱？一两块钱的事儿，你还得报警。警察来之前，你还不能这俩走了。你拦他们，哎，没准就撕不起来了。一撕不起来，这俩小闺女要受点伤，你把这商店卖都不够赔人家的。即便警察来了，最多也就开张罚单，没准教育教育就放了。数额太小，你根本就没法起诉他们，也落不了案底，没有意义。而且好多偷东西那帮小孩啊，他不是没钱，他有钱。你想买瓶饮料才多少钱？他就是找刺激，哎，觉得这个挺酷，哎，挺爽。咱就说这俩小闺女啊，哎，在收银这儿交钱的时候，非常的从容淡定啊，哎，跟没事人似的，没有那种哎呦我偷东西了，万一把我抓了可怎么办啊？没那想法。这一看就老手啊，心理素质太好了。你说这俩小闺女缺钱吗？你看看，哎，这辆牧马人就他们俩的。你说他们俩缺钱吗？不缺钱，就是为好玩刺激。跟刚才那俩小闺女相比啊，哎，下面这视频这就有点过分了。这两口子啊，哎，直接扛一大彩电就回家了。那彩电我估计啊，当时得值个两三千美金。哎，这就够口了，这可以起诉了。即便是在加州啊，这个偷东西不超过950美金。不予起诉，那他这也够口了，可以起诉了。看这蓝色小车了吗？这两口就坐这辆小车来的。这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啊，一家沃尔玛。这是白人两口子啊。这个美国的零元购不光是黑人啊，白人也不少。这两口子啊，哎，把车停好了，挤眉眼就进去了。那意思去晚了，害怕那电视啊让别人给抱走了。这是沃尔玛大门口啊，哎，另外一个监视器。这大哥啊，告诉他对象，哎，赶紧啊，推辆车去，一会儿那电视太大了，咱俩抱不动。这姐还真听话，屁颠屁颠的啊，哎，去那边推一辆购物车回来了。结果这俩呢，想推这购物车进去，一想不对，这姐忘背她那包了。你这两口来买东西来，那女的身上连个包都没有。这没嘛说服力呀、啊，所以这俩啊，赶紧哎，又跑回自己那车上去了。那姐把那包拿回来了，看了吗？姐第一个包，哎，这回他就有说服力了。这姐把包一背，这一看就跟他爷们进来买东西来的。俩人进来以后啊，连溜都没溜，直接推着车啊就奔那电视去了。这一看就有备而来，这两口早就想好了，今天来就是奔这电视来的。到地儿啊，不废话，直接把电视啊扛起来就走。这个啊，就让我想起我年轻跑船那阵儿的事儿了。那是90年代初，92年年底的时候，我毕业实习，然后上那条船呢，从厦门呢往日本拉石头，那叫调石航线。当时咱国内还穷呢，哎，日本那阵是经济最好的时候，所以在日本那垃圾站啊。哎，经常有那旧的电器儿，哎，小日本就扔了不要了。
像什么21摇、直角屏幕、HiFi 录像机，还有什么煤气灶、取暖炉、救生车，在那居民楼垃圾站啊，哎，总能捡着。看那两口子了吗？哎，这么大一电视啊，已经放车上，准备扛回家了。这些东西当时啊，在国内那都好东西，港里就有这贩子专门收，而且价格还不便宜。一辆24的破自行车啊，能卖到5、600。那阵一新毕业大学生，一个月才挣多少钱？我老婆那阵当老师啊，一个月基本工资180，加乱七八糟也到不了300块钱。所以当时我们在日本一下船啊，哎，就四处捡破烂去。那阵一个月一行刺，反正每个月啊，哎，这捡破烂能捡个2、3千。那阵我们觉得就不少了，2、3千，好多钱了。可是跟船上那帮老水手、老海盗比啊，比不了。人家一行刺啊，能弄10万多。我们就纳闷儿，都捡破烂，为嘛人家就能捡到好的呢？有一次呢，哎，我就跟俩老水手后边看看人家是怎么捡破烂的。结果发现人家根本就不捡破烂，人直接就找一卖自行车商店，进去以后还得挑挑，哎，要那好的，全注塑、轴传动的那种。人家也懂，一看就知道哪好。你搁我进去我都不知道哪好，嘎嘎新的啊，都没开封，还在那纸箱里装着了。俩人一人扛一个，就跟自己家东西一样啊，哎，扛起来就走，跟这两口子扛的电视啊一模一样。只不过人这两口子开的是汽车，我们那阵儿都骑着破自行车，把自行车那箱子往那破自行车上一绑，哎，然后骑着就回船了。那一辆全注塑轴传动自行车啊。当时卖给厦门港港里那些贩子，都能卖到4、5千，你就知道那阵儿跑船啊多挣钱。有机会跟你们聊聊当年我跑船的那些故事，那绝对阳光灿烂的日子。咱接把这视频说完了啊，哎，这两口子命还真大，他的电视这么撞车上给拉倒了，这一道上啊，哎，警察硬没把他们俩给拦下来。你说这俩命大不命大？而且这视频怎么来的？佛罗里达当地警方。为了征集线索，才把这视频放网上去。到现在，这警察还不知道这两口子是谁呢。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啊，哎，谢谢大家观看。